City 不 City，City 不 City，这是最近的一个网络热词。最近因为中国对多个国家开放免签，所以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，很多外国博主呢也纷纷拍起视频，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，然后 City 不 City 就火了起来。去景点打卡，有人问 City 不 City。品尝中国美食，有人问 City 不 City？有些人感慨说：“哇哦，好 City！” City 就是城市的意思，所以 City 不 City 就是在问有没有城市格调。现在 City 已经成为了城市化、洋气、新颖，甚至是兴奋的形容词。在视频中，这些博主表现得很惊喜，很惊讶，因为这跟他们认知当中的中国不一样。在来中国之前，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很贫穷、很不安全的国家。那我也很好奇，在你的认知当中，中国是怎么样的？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吗？